各位武林人士、江湖人士，我今日开呢条片咧，就专门就要屌捻齐呢个咁啊大旗岭村、元朗大旗岭村、联福堂嗰个村长黄柏仁。我问你呢个咁嘅打靶仔啊，你真系罕事多为啊你啊，阳奉阴违啊！你要大捻埋呢个咁啊欺徒百里派欺徒啊，杨宝你去拜师公，我扑你嘅街你话啊！你攞咗人哋48000啊！啊！啊！你个打靶仔啫你，阳奉阴违，口讲一套，心啊做一套，明知杨宝你要呢个弃徒嚟噶嘛？啊！你个冚家铲，我今日要数你啲衰嘢。各位，我喺六年前啊，我开武馆嗰阵时，我就委托呢个咁嘅黄柏仁啊，阿艇啊，江湖上啲人嗌佢阿艇噶。啊！帮我买麒麟、锣鼓、架生啊 ，OK， 同埋两个全新嘅麒麟啊！一阵你哋睇片啦，好啦，要咗各位呢、这个全新麒麟，我就系我叫黄柏仁买嘅，我买两只，另外一个又烂又旧又臭嗰个麒麟，一阵间就先 show 俾你睇啊！呢、这个就正正式式我要 order 嘅。啊，系我要嘅，我打嘅麒麟咧，啊两只，嗰、那个眼眉咧系唔喐嘅，啊系传统式嘅，啊系我师傅以前嗰条麒麟都系咁嘅，但另外一只咧、那个眼眉咧就啊上下鸭上下鸭眼眨眨眼眨眨，唔系我要嘅，佢攞咗我个传统全新麒麟去咗马来西亚俾个剑剑，即系呢个咁啊。啊打靶仔啊，刘家昌，唉、哎、死冲啊！佢徒弟，我发出你两个臭位，呢、这个冚家产你话，各位，呢、这个就烂麒麟嚟嘅，又臭又发毛又烂，起码15年啊，个古董麒麟嚟噶，黄柏仁呢个打靶仔。攞呢个新奇，攞个新奇轮去啊，又卖又送俾马来西亚兼兼啊，啊呢、这个咁啊旧嘅垃圾，妖你攞嚟充数，我打两个奇轮啊，又棍又成嗰啲架撑啊，又击鼓，又呢个叉，又锣啊，佢有几多钱我就照足佢嘅数目俾，我有晒证据。同埋銀行嘅證據、銀行嘅單據，啊，我打嘅嘢亦都係呢個嗱，你睇下個眼，我師傅啲麒麟咧，個眼眉係唔喐噶，一路以嚟啊，我喺聯福堂大旗嶺村學功夫，係傳統式嘅，呢、这個冚家產唔知喺邊度執撚翻嚟啊！我屌柒佢老母受氣你話，啊！啊！搞到了你谂下，直头嗰啲就烂嘅，入边嗰个窿啊、内窿啊、臭啊、发晒毛啊，嗰啲汗啊，哇！真系我都唔敢睇啊！你谂下，仲攞嚟开光，好在我阿哥真系有经验，一个有经验嘅麒麟师傅，佢同我讲：细佬啊，呢麒麟旧又烂嘅，吓唔开得光嘅，系咪？我一望。哇，系喎、啊，黄柏仁，你咁恨钱啊？你咪出声咯！我当俾你施舍俾你冚家产乞衣，你又学嗰个杨宝利啦？啊，佢俾48000你啊！屌你老母臭閪，你呃我托啊！你害我托啊！你死啊！要咗几多钱？足足10000银美金。系电汇俾佢啊！我有晒证据，有银行嘅单据，写字呸，黄柏仁 Philip Wong， 你嘅冚家产嚟喎！我冇用过你个先啊！我仲特别俾1000蚊你做水脚，去走多地只，我屌柒你喎！
你居然攞我啲嘢，屌你老母走去咩啊？马来西亚啊，将我一个新奇轮吓攞去马来西亚俾嗰个谦谦吓，屌你妈呢个唔系我白眉弟子嚟嘅，系呢个咁嘅刘家昌始作俑者，开口埋口话呢个谦谦系佢徒弟，佢边一翻系你徒弟啊？刘家昌，你又唔家产你话，你嘅射人功夫打到啊！吓、啊，可以油炸蟹咁啊，成个猪肉佬咁样，吓、啊，攞称住我新奇轮，屌你老母个臭閪，你话，啊，走去马来西亚送俾人哋，或者卖俾人哋，啊，哇，你啊几捻威啊，嚓嚓叮，嚓嚓叮咁啊开光啊，搞捻到我屌你一对新奇轮，搞捻到我新奇轮依家就一只得一只，本来我冇一对嘅，吓、啊。刘家昌，你个冚家产，你都唔系人嚟噶，真系噶，你唔系人嚟噶，抵你老母白眉嗰时总会阿黄耀琴，黄耀琴请你冚家产心口，吓、啊，如果你老母炒你专门呃呃骗骗你个冚家产 ，OK， 仲有你黄柏仁，白眉嗰时总会会庆，呢年咪嗰个伍廷锋拆嗰啲利是，拆晒成地下都系嗰啲红包。攞捻咗五六万人，两个扑街分捻咗，然之后写张字条，我哋唔玩啦，我哋辞职啦咁样。你辞乜捻啊？你辞乜捻？你咁捻中意钱，你冇做鸭？你有田有地有家产，卖捻咗啲田地咪够玩咯？啊，扑你嘅臭街尿啊！你玩捻到我头上，你个刘家昌，你个冚家产 ，OK， 我一屌鸠你而家。啊！做咩咁啊？新武侠嗰啲咩啊？采访，屌你咪嗰个茶壶仔啲屎咁大个茶壶，啊！嗰两个茶杯仔屌你啦，乜嘢拜神嘅茶杯仔啊？饮茶饮茶咁啊！嗰私人茶几咧咁家产你话啊，系咁大嘅啫。屌你老母臭閪！你话哇，讲捻到你老母臭閪，你有徒弟喺马来西亚，边个你徒弟啊？个金金系你徒弟咩？人蔡李佛噶，吓佢武馆有冇写住烽火院百眉历代祖师神位，千里眼顺风耳啊，学习功夫能手技，英雄半点不欺人啊！你嘅冚家产嚟话，个金金只系捻掉金金，金金都冇五金写马拉仔，摆你老母手位上台，仲有一个老屎忽啊，开口埋口我讲话佢系老屎忽，呢个就系障碍。唔好话佢死捻咗，我都要屌佢啊！屌你老母臭，称捻住我新奇轮，哇、啊、去啦去啦马来西亚啦，吓、啊、去食榴莲咯，啊去食咖喱鸡又我屌你呢个纸咩嘢啊！你班冚家产，你陀捻衰大骑岭啊！仲有你咁啊大骑岭嗰个咁啊，咁系啊刘少雄，哇你条冚家产，你同我同一年拜师啊！我屌你老母臭閪，扮捻晒鱼虾蟹。在围村虾嗰啲细佬，虾嗰啲师侄，想打，同我狗排打，屌你老母臭閪啊 ！OK， 你八十几啦叔，一个手指笃捻死你啦！嗱，明年我翻嚟，我翻嚟揾你啊！你而家好粗定断啦、啊，我刀疤上咁啊，升你老母臭閪！仲有咁个閪狗排，刘少雄，你有个徒弟叫咩啊？阿兔啊，兔仔啊，系柳玉啊！叫人找我呀、啊、不用找我啊，在街头见到我屌你妈个臭閪拧转身鸡尾街尾走、啊、你的徒弟我屌你妈个知咩，你班冚家产扮晒鱼虾蟹，扮捻到屌自己武林至尊，我屌啦姓李话，我同你讲话，我亦都系出自大旗岭联福堂，你个冚家产黄柏仁，你整个死人联福堂啊！嗰、那個、叫爛旗輪嚟俾我，我喺美國我開館係優館啊，百味派優館啊，撚樣。OK， 你邊個聯福堂嘅旗輪我托咩？屌你老母閪！你話你偷食啊，曉撬嘴，曉抹嘴啦、啊、你同劉家昌兩個撲街都係，哇！成個口咧油淋淋啊，食咗魚嘅雞屎忽啊，啊燒鵝屎忽啊！又淋淋咁走出嚟，咁样讲嘢，你似乜捻嘢啊你？你个扑街正乞衣嚟啊！用乜嚟？你以为你拍捻住黄柏仁就可以啊？
老鼠们捐啊捐啊咁样捐出嚟啊！我屌你老母臭閪，我惊到你我踩卵死你！你系白眉派气度，我师兄苏建光师傅嘅气度，扑你嘅臭街 ，OK？ 啊，你咁啊，你死啦！你两个扑街！